入围赛开打，没有必要就不能办了吧？为什么？三十号？为什么不能办？不让打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听说的一个通知。哎呀，不要被踢馆了！我操，娱乐赛。什么意思呢？不是很懂吗？不要被市场监管了，我操！应该是资方进入了是吧？应该是影响入围赛的流量了。入围赛不是三四点吗？凌晨。大家一看入围赛，我操，发现还是 LBL 好看，我操！入围赛的水平跟应该跟一区灵活差不多，可能还比一区灵活稍微差一点。我想知道他不让办 LBL， 但 LBL 不就是个组牌吗？打组牌不行。好看啊！完了，就是不让打训练赛这种是吧？差不多吧。啊，那个弟弟杀我们一盘不打了，排这么久吗？呀，约不到 FLE 啊！妈的，入围赛队伍水平本来就跟那个组团差不多啊！我跟你们说，去年世界杯入围赛有一个他妈大学生队伍的，很鸡巴夸张，有个澳大利亚大学生队伍。